他正在骑呢，都是说等妈妈呢，不用等妈妈了，饿了吧？回家吃饭，啊，快吃饭去，吃饭走，啊，进屋，吃饭吃饭，啊，走，滚。好，都是乖孩子啊，我们马上开饭，出个代表来，今天你们吃什么狗粮？啊，鲜粮树冻干呢？好了，马上开饭。鲜粮树冻干狗粮，我家宝贝吃了很长时间了。它里面有冻干蛋黄、冻干鸡肉颗粒、全脂奶粉和精选鸡肉松。最主要的是，它添加了金银花、蔓云莓、枸杞脂，它能够清火明目、胃肠优护哦。屏幕下方点开就可以下单，宝贝们吃的真的很好哦。一、二、三，开吃，慢慢吃啊，慢慢吃的吃啊，哎，好好嚼嚼，好好吃啊。狗粮是58一包，一包4斤，不吃包退，还赠送一大包火腿肠，或者是鲜粮2袋，或者是勺子1个，印选其一。